奶奶，你不下午就不做饭吗？这个咱可以做上了。我想吃点包子。吃点包子。你这个包子也是个绝技了。对。没有人用那个豆腐呀、粉条这样做包子。粉条呀。谁教好你的？舅奶，小时候做饭是舅奶教的。你舅奶我太奶了呗。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个教程给大家教一下，对的呢。这是盐巴吗？放点盐。先放点盐。花椒面。花椒面。嗯。倒点老抽椒倒上面。嗯。把肉拌好，盐味就是进去，再放。哎呀，养鱼啊，做好的包子。把豆腐也放下。清油豆腐。营养都太多，豆腐都吃上了。盐不当。尝盐吧。嗯，把洋芋放上。洋芋炒的死死的。放上，就行了。拌，包子就成功了。你把你妹子的鸡弄丢，等会叫人家吃两个包子赔偿一下吧，奶奶。给了。啊，你还转到哪去了？找鸡儿去了。你这个一个包子，一个食堂四五个包子。家里吃的吗？你让包又是罪过了，奶奶。这一晚上就忍不住吃上七八个。还能吃七八个？我哪次把这包子不吃七八个？但你这包子唯一就是馅儿看着没有诱惑力，白垮垮的。它洋芋是白的，豆腐是白的。但就是香。包子进锅了，洋芋包子。哎呀，进锅了，再把锅给盖上。哎呦，这就说了呢。你这包子漂亮，白白的，旋旋的。你看。给你爸看看，先看咋吃的。你看。咱这个动作。呀。哦，这从吃辣子吃的厉害的呀。来一口。行。你吃几个？第二个了。对。今天就可以。你没有了。大口吃一口，大口吃一口。把这几个给你一起吃。大口吃一口，哎。好。哎，好了好了，烧松。啊，奶奶。包子没熟，别弄出来了。哎，对。咱俩漂亮，还说。可以了，同志们。终于好了。哎，哥。头往前伸，头往前伸。哎，过来吧，你叫叫。要不然流出来。你给你叫一下啊，要不全都溢出来了，吃。咋吃啊？娘还搁不住。哦吼！娘孩子俩他们都等着，我想搁的这人都不动弹。奶奶这个包子。奶奶搁这一块了，两块几子呢？